国家移民管理局将打击整治组织外国人婚姻诈骗纳入下级行动，建立17起雾都重大专案，会同刑侦等部门连续发起集群战役，组织多次集中收网，成功打掉了一批违法犯罪团伙，抓获涉案中外籍违法犯罪嫌疑人863人，对其中334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，沉重打击了违法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。